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夏が好きですか？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是一问三不知，你知我知大家知。看我的口气啊！今天是差不多晚餐时间了，其实。哦，对。我们今天因为中午的时候出去走走，然后我们就有去逛了一下那个 Donki 啊，新加坡其实有好几间分店。对。这是我们的什么晚餐啊？晚餐啊，其实会很早。No， 还好啦。OK， 我就想说，因为东西里面很特别，就是它有一些 free 衣服，就是你买两就可以烘买。对对，就是可以。其实你当场买当场吃，其实也是可以。比如说我们在讲哦，晚餐也不知道要吃什么，所以就对买了一些，然后让这一开箱。好不好吃哦？好吃，好吃。OK， 是这样，就是个人口味啦，其实没有说食物制作出来能做得出来都是可以吃的，是一个人口味啦。那我们要去弄到弟弟选。那我们先让大家看看我买了什么。是酥皮，这是肉来的，有甜酱。这是其实我们在日本餐厅都会。对，这个我喜欢吃，这个好吃。哇，这个我最喜欢的拉面。我们还看不到那个汤在哪里。汤应该放汤啊，汤没喝。OK， 那你讲是该没有？小心掉了啊！啊，他这个是谁的？韭菜，好像黄瓜，还有黄瓜。哎呀，来这个蛋，鹌鹑蛋，不是啦，这个是这个本卤蛋啦，应该是有点像这个啊，这样类似这种很好吃的啦，这种哦，有给的那个对，还有这个三角蛋，哦，就我们不知道的是包饭耶，感觉上很多人买了这个饭团。就试试看喽。对，两个饮料。这个。哦，这个 APT 是。这个是 scallop， 感觉上它是放了那个。看一下它的。cream steamed scallop。嗯。上了，然后。还有我们有这个 peach， 还有我们拆开看。试试看喽，这两个饮料。这是没有喝过的，没有喝过的，没有喝过。这两个小瓜子。两样都没喝过。哇，蓝色，我觉得很。哇，我看也没有看过嘞，这个。这是不是在日本的时候都会种葡萄？那我们可不可以开来喝先？可是它这种葡萄水又不像弟弟，而且是果汁第一发现的耶。果汁第一发现的。哼，哈哈哈。OK 啦，食物弄烧了再来吃吧。拜拜。哪一个先？哦，那个苏西亚，苏西亚，我们全部人尝到的一样，很好吃。哦，放香的很好吃。这个。你要打分吗？没有，就觉得如果我们这个食物在餐厅吃和在……好像没有那么分别嘞。没有个金，给几个？我给。哇。我看这是满分，三颗半。我给了四颗星可以。四颗星啊，这个去吃一下。然后再来啊，这个三角饭团啊，好，我们穿上这个。一人吃一。哦，面好了。好，等一下。也是。真的，再来看一下。等下还要给两颗星，都没有到。你什么料？这前面加还是？哦，这淡淡的嘞。知道那个芝麻味。这有味道啦，但是我是
OK 啦，没有讲，没有讲你喜欢的，不是不好吃，不是很喜欢。哦，我给三颗星了，味道了。我还想要不要给两颗星？不要。还是我们没有吃到，就是碎碎的那个，是有什么东西？小米，妈妈，现在我要尝饮料，要尝饮料先。接下来我们吃这个先了。哦，不吃这个。吃。好，接下来。我要开始了。哦。Ready mix。再来。Come on, my gosh。我吃不出来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弄弄，哇，甜甜的，我这个可以五颗星，我可以给满分，我喜欢，对啊，这个满分都可以，三颗星，对啊，它就是用什么 sauce， 它的 sauce 的味道很，甜酱，没有你，有点酱，然后没有你会，没有你很甜的嘞，我真的甜甜的。哇，可能是加做的会比较，加做没那么重。哦，妈妈，你给几颗？这个啊，我给四颗。三颗，我给四颗。因为它的那个手，我给四颗，一颗是那个麻油的，谁要吃先？一人一半，一半。我跟姐姐拿一颗。你要用汤匙吗？它的汁是什么汁？那像这样清这样的啦，哇！哦，这个要不讲弄哦，弄这样子，时间，对，时间拿捏的很好哦。嗯，快！Oh my god！ 妈呀！好背。满分。Yes。我要吃那个，我喜欢那个。你会弄吗？这颜色应该是放在什么酱料去吃的吧？就是很适合配那个饭团。你也要吃？嗯。爸爸，你给几颗？我给满分。这个也是可以满分，这不错。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吃这种蛋。嗯。你要吃吗？你在看我们。嗯。不要。哦，不要。我们的导演。导演啊。姐姐，你回家你吃。你在讲什么？导演。导演不会讲话。好了。你去擦擦。拿那个面，还是要三个。What's that？好像上面有写是三号是哦，妹妹吃这个，我还要吃这个，这个好了，我来吃干这拉面。最后一道，我们的猪脚拉面，猪翅。你看，我们的猪脚啊，味道大碗哎。烧伤好吃啊！我这样看它的汤很稠，它的汤是很稠，然后可以加。这种面呢，不是我会吃，是拉面，就比较细一点，然后比较黏黏。还好汤。比较粘性。浓浓的那个。我给它3分，3颗星。拉面要什么？拉面我还可以4颗星。好。对了，忙碌的人可以选择买一些，因为大概是去日本餐馆吃会比较贵一点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不要吃？你要上来吗？你要不要吃面？妈妈，我还要穿这个三角包。所以这是传，好像我们每次拉面都会有那个传统的那个叉烧，叉烧肉。我刚看到只有一种口味哦，应该暂时它只有一种。如果有更多，我们选择。好了，水来倒车。这样，对对对，最后我们的饮料。谁要摔这个？这是我选的。这是我跟谁的选？我第一次没有想到这个是妈妈。就是那个桃子味道。哇，很香。桃子味。来，拿来喝喝看。可以了，够冷，我要喝冷的。放冰下去了。OK， 到我吃这个放冰，可以了，别动了。弟弟来乱了。有点甜，那个什么。
我这个一个小饮料，好，有请。我给三分。不错，我给四分。好，那四分可以了。哦 ，OK。这个三分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要继续吃我们的晚餐了。对，喜欢的话请记得分享、开灯、按赞，记得留言给我们哦。留言。